有请我们的主持人李立桥带领麻花独剧社的20多位演员上台，为我们呈现这首气势磅礴的大合唱歌曲，掌声献给所有的演员。好，我们有请我们所有的演员来上台，一起合唱这首《潮汕大舞台》。那今天呢，大家看了这么多我们的潮剧演出，又有潮汕的童谣，最后我们为大家呈现的就是一首潮汕话的大合唱。这首合唱呢，有一些动作，大家如果刚才等一下看到我们的演员，也可以一起比划，也是十分的有气氛，十分的有氛围。好的，那我们的演员也是准备的差不多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，待会还有除了我们最后这个节目潮汕大舞台之外呢，待会还有自助餐，那也希望大家还有可以到外面就餐。而且我们的南华乳剧社还赞助了书籍《潮声流影》CD《潮音会师承》给会馆的新加坡潮汕留学生联合会，就是我们的新潮流募捐筹款。那希望在场的会员和朋友们呢，可以到大堂外面的柜台募捐乐捐，献出自己的一番心意，支持会馆，也支持我们新潮流的发展。掌声来表示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用掌声欢迎我们的李立桥以及带领的22位演员一起上台献唱这首《潮汕大舞台》，掌声欢迎他们。